咱就听听他们二位聊得怎样，我估计特别好的结果哈。那就有请下一位男嘉宾了，有请二号男士，有请。您好。哎呦，看一红毛，您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哎呀。您跟刚才那四号女士的衣服特别搭，哎，是吧？啊，人家也是红上衣黑裤子。哦，你看看，结果人家和一号先生牵手走了。人家先生多人呢。哎，您可以借这个好彩头，咱也好好的表达一下自己，说不定其他女士也会很喜欢你，是吧？对。哦，这叔叔这头发真好啊。我的头发现在就岁数大了以后，前面得掉了够三分之二。哎呦，那现在也就剩三分之一了。那还这么茂密呀、啊？那以前头。得多好呀，哎，人家说头发好其实身体好，看看我们这个一头银发的啊，我们二号先生基本资料，请看。二号男士王耀雄，76岁，北京人，婚姻状况丧偶，首刚退休。哦，您76岁了。对，那更加看不出来了。是吧？基本上我要坐公交车的话没人给您让座。哎，这是一个、啊、另外要有抱小孩的，要有什么孕妇的，我还得主动给他们让啊。所以您这身体好，心态好，嗯啊，整体状态都很好哈。不像那这底气多足啊，说话老实的。来，咱们看看二号先生有怎样的故事，怎样的人生，一起进入他的原来是你的环节，请看。兢兢业业一辈子，他都嘱咐好了。找我，嗯，解决技术问题，技术顾问。